真欢喜吼，今仔真感谢啊，感谢台湾会馆应当主长吼，少年当主长啊，咱的市党部来当主委，当然主要都有真侪咱下方的团体啊，像主要咱洛杉矶遮在市大在中会在在申请，来阿们大家好。好嘉华丽有看到，阮应该叫，当有人来这里爱叫啥？阿健啦，对阮某做就对啦哈。哦，我想我出门来，阮某伊甲我问讲，你的行程是安怎？伊讲叫阮有人嘛讲吼，啊，唔知影恁安怎倒去安尼啊哈。我讲唔得袂错，我讲我嘛唔知呢，都台湾袂管安排，啊北台湾，迄落北加州吼，北加州啊，迄边安排，啊，都交通排好啊，我都对人去就对啦，吼，啊，原来，无对人走啦，哦，原来是迄、那个，阮阿姐吼，对生日迄个命来啦，阿姐，啊，所以在厝边吼，真感谢，啊，真感谢，谢谢。太个鼓励一下，因为阮囝囝伫遐囝都久个，真感谢啊，谢谢。好，大家有柯文哲，然后伊讲我们都要低头恭听，是要跳落去讲嘛是？但是我有看摄影机伫遐吼，而且有一个讲台在遮，我的巴肚吼，我会记我八年前来时较无巴肚，啊，柯文哲我无咧计较这個，所以然后头毛安尼染一下吼。啊，有当时啊，继续食饭，我看你都无差，吼。啊，因为安尼也变作一个，啊，变作一个真趣味，吼，来看政治，啊，对伊无啥共，吼，一个现象嘛，吼。啊，或者是一个，或者科技旋风，吼。恁大家，这题目不是我定的啊，这题目是，我都有问讲，这黄会长，伊讲，我讲咱这上庭俩，上庭来主秀一下，好不好？玻璃家啊，哦，我们放一把火啊，走，放。哎，但是定这个题目吼，我对这个题目讲，其实题目不是我定的啦，哦，我是讲来跟大家开讲。啊，我伫个这个湾区吼，北加州那边遐，老师因有真甲我讨论题目吼，我知影讲我要讲休闲啊，我要讲因为这。你讲一五年，咱除了要准备选总统以外，吼，即个国民党敢想要修改宪法，也是难得的机会啦。所以我讲，我要讲修宪法2016。啊，这边只，但是我感觉这边只搁较厉害，吼。迄个杨主任我讲，啊，你若感觉这题目无好要改，我讲免。我讲因为定这题目吼，可能观众会较侪。为什么你知无？你台湾哦。现在不管讨论啥，拢爱讲柯文哲还是柯P啊？那点这吼收视率就几贵啦，你知无？啊，老柯文哲去吼，就收视率保证。哦，啊那柯文哲的新闻吼，一天爱做十条。哦，啊那头版头条讲第一个月哦，三十天内底有37条，哦，无敢过转啦吼，头版头条。我以前做新闻局长吼，迄、那个我记刚刚是金马奖还是金钟奖颁奖，林志玲主持，刚刚林志玲甲蔡康永有关，迄当我新闻嘛足济，迄当我一天开六个记者会，啊，无同款的新闻，吼、哦、，TVBS 啊，什么变个吼，话、哦、人你家己。嘛唔捌37个头条，唔捌。去年林志玲在台顶甲我消遣讲，讲我们这个局长啊，新闻比他还多，安尼，小可半撒娇吼，啊半消遣安尼。哇，即摆伊若拄到科比，毋知啥物情形，毋知啥物情形啊。啊，所以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啊，真好啊。真好诶，活动诶题目就是就讲这啊，大家拢兴趣来听看下吼。啊，尤其我搁含科比，我有小可历史啦吼。
韩柯文哲本人上一摆吼，你看放眼望去，我上一摆，头上的时阵有三摆，啊，伊甲连胜文敢若一摆两摆，一摆连胜文就唔敢啊，啊，我算我那。我那混脸柯文哲哦，小有功劳啦，知道吧？哦，你若是，你若知影，你大联盟还是迄球队吼，拢爱找一个叫做靶子队的，哦，打靶就是练习用的，摕来啃啦。啊，若要发生吼，对无？迄个发生俱乐部内底，还要专门来互你报的吼。我敢若扮演迄个角色。啊，所以我对柯文哲加减有一个熟悉啊，对啊，啊，但是我们迄当阵是竞争者，啊，我看大家吼，我拄啊这两天来谈谈个真正开讲，吼，你对台湾个事然后比较熟，我拄啊就拄啊，好像咱隔壁有一个报纸老师讲《台湾日报》了，太平洋，啊，这老红个题目我都要唔知了。哦，这是抓飞机，好像离真的很远啊。啊，咱在做做这人，我嘛即时新闻啊，拢速度拢足紧的啊。而且因为柯文哲，拄才有一个朋友坐我边啊，讲霞岛要垫高的代志，讲伊也知。我讲无柯文哲以前你敢知？讲唔知。哦，拢靠柯文哲。可见这是柯文哲的现象，柯文哲的旋风啊，柯文哲因这种吼，真正吼真正无缘无节啊。这霞岛，咱在台中敢有大树林，还是捌去过霞岛社子岛，这个是杨祖伟爸爸是住田埔，还佫有一个啊，有霞爱啦，有哦，哦，啊你知影电高是啥？霞岛，好，快点啦啊！其实霞岛，我常常拢在讲，啊是因为，但是我唔是个人做，所以我讲无啥人注意啊。霞岛哈，是台北市上水的所在。我常去甲讲哦，嘛出美女诶！你知影？你知影林凤娇伫倒位？南投。啊？林凤娇伫倒位？南投。是啦，我伫霞岛，就在社子岛。啊，社子岛偌水，你知影无？社子岛吼，一边是淡水河，一边是基隆河，啊看这个倒一边啊，看到我东北边啊，是七星山、大屯山；看西北边是观音山，啊，看正北边是关渡大桥。哦，淡水河、基隆河，你知影迄种位哦？哈，迄种，你那地方有出一本杂志叫做《双河湾》呐，哈，迄个所在啊。啊，迄个所在是，你若去徛喺迄个霞洲岛，即摆有一个岛头公园，你只要转去台湾，花淡薄仔时间去遐徛一下。台北市哦，一个真做一个足水的城市，徛喺迄个店，你就感觉讲吼，台北市真正是足水，啊，拜拢国民党不拜，啊，对不对？今年我常常伊讲拢讲公开啦，常讲公开啊，所以人拢听到讲，你应该去选市长，后尾我就真正去选啊。实在我起步真慢嘛，啊，你话伊讲过片嘛，对伊讲过片就是我选市长的一个义气啊，义气。我好做一代志，你拢知影啊？我半开讲啊，对。我对台北市其实真有想法，站下有我人希望我无一定爱讲这啦，哦，爱讲台北，啊，我就半解答。我对台北市真有想法，所以啊，真注意，我去参加迄个民进党两届话诶。
就知影，迄个旧年到半年前嘛吼，在遐要整合的时候，啊，其实办法嘛是我提的啦，我提供两阶段来整合柯文哲啦，哇，那是两阶段，啊，第一阶段就是民进党党内先有委员会，啊，第二阶段到喊赢的人到喊柯文哲，啊，有的人民进党讲啊，你是安怎，安尼足无公平，想让柯文哲是较老。我看柯文哲大概民调，我硬难，那你是，那你都要一个赢伊啊，吼，啊最后嘛是输伊，啊，最后虽然我拼甲赢，我嘛赢林正文嘞，你最后我嘛拼甲赢林正文，应该打八百块钱，也还不错啦，吼，也还不错，啊但是还是输柯文哲，啊，但是贵庭，贵庭加注意，啊，其实我是要出来讲一寡我的想法，一开始，啊，一开始我因为我也无真正去竞选，啊，我讲我对台湾的想法，没想到跨一个机哦，啊，就是我去辩论会时讲煞，我民调怎啊低，两点钟哦，两点钟以后民调怎啊低八趴，才变第二名，大概出来了，两点钟行入去啊，出来变第二名安尼，哦，啊，搁第二摆嘛。会听讲好像就变第一名，啊第一名刷才拄到太阳花学运，啊怎啊大家先把迄个就袂记，啊怎鼓励上个起来，啊我伫学运我拢伫报名啊，拢伫地方伊报名，啊怎啊去想拄啊迄个公道啦，拄啊迄个公道，啊拄啊迄个公道嘛不加轰动，啊怎啊迄个公道怎啊个又起来变第一名，啊这个喊柯文哲。啊，用这个过程，其实我本来第一场吼，辩论会我是准备的结论吼，是讲我对台湾的看法已经讲了，我感谢大家，哇，我被推出选举，你知道吗？啊，结果的意外一直行啊，我想要讲这个，啊，我想不是跟柯文哲的现象。包括我，伊当时我家己亲身去投入一个民进党吼在野的政坛，台湾在变，台湾在变，台湾过去吼很难讲，讲我民调伫台北市会使赢，诶大连舰队连胜文。我是民进党嘛，但是我感觉民进党诶，你台北市算赢，哦，啊柯文哲在赢，诶、欸，但是迄当阮两个拢赢伊哦，我当然我赢较少，哦，我迄当我感觉，若我选市长，我嘛赢，我毋是嘛好跑啊，其实我辩论会我好，我讲诶，伫边仔柯文哲赢，我嘛赢，但是我讲伊人大家不爱相信，诶，不相信，啊、我讲真哦。公车没有，不是在酸的意思哦，哦，不是，咱有一挂评论员话讲一挂，这中间的过程，我们透过这个过程，跟大家讲，就是讲，台湾哈、哦，因为理工一瞬移，你这太阳花学运，一挂少年人啊，倾巢而出啊，在变作一个流行，阮囝高三十七岁。有一天，我迄人定拢离开伊部门啊，哦，啊有当啊排暗班，有当啊排到一班，有当规工无看到伊，讲嗯，你来剃光头，阮囝，伊讲没有啊，平啊，我讲怎么没有？伊讲啊，今天去立法院啊，看到有一个很帅的剃光头，看到迄个上面囝，你知道无？就是李总统的。看名讲在外顶嘛吼，这个转贴无，太傻逼啊！啊，迄个学运内底哦，有一个做标配的，这王，啊伊哦，伊是武术高手哦，还有逐工穿个皮衫哦，啊头毛剃光光，一条的哦，啊伊是敢台湾武术冠军。哎，那边是李总统办公室的，即卖的主任啊，
这王彦军你好心啊，哦，你学运学运大家都看到林非凡、陈伟霆对吧？但是因内底迄个指挥调度哦，哦，这个少年囡仔伫内底是真有领导魅力了嘛。啊，阮囝有注意到这个少年囡仔，变到开始无伊啊，无伊。所以你知影，你知影，去一摆啊，转去就剃光头啊。啊，你著知影讲吼，是安怎少年来啊，台湾或者是台北市的少年来，会较过去，无啥感觉。这无啥感觉吼。对于太阳花学运，大家要咧撞出来，啊、哦，反国民党、反马，啊、哦，还是讲啊、哦，对于这个体制，啊、哦，这些我拢讲反叛，啊、哦，就是讲，感觉讲吼，感觉讲，就是自己国家自己救，啊、哦，少年人要挺身而出，啊、哦，爱表达意见，爱参悟，啊、哦，还是讲爱有这个公民的精神。爱拼出来，对阮家拼起来有看出来吼，迄、哦、真正慢赢出来啦，慢赢出来，哦、所以，我要跟伊讲，就放一半，哦，你大家若有闲 ，YouTube 顶边拍姚文智看到啦，我跟伊讲，有创下政治广告啊，点阅率，算我看应该第一名啦。我靠！伊广告就行，你知无？我根本就无咧帅气，啊！啊！伊广告，反正就是少年人也很欢迎，嘛真喜欢。啊，所以，对，就太阳花学运耍吼，规个不管是支持柯文哲，哦，支持较少年的政治人物，哦，支持像赖神，咱有来过对无？我有真正来过对无？哦。是讲反对，哦，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哦，反对权贵二代，反对政商勾结，反对财团，反对马英九的腐败，哦，反对暴冲式的这个海中国，哦，这个暴变暴变的，它变作台湾的时髦啦，会变作主流啦。它变成一个社会气氛，啊、哦，这个社会气氛安尼不断你少年人、少年朋友安尼吵吵滚，你拿柯文哲伫个甲连胜文去算的时阵啊，29岁甲20岁之间，这叫做新生代的选民，啊、哦，大家知影无？40岁以下吼，会代表市民，唔捌选过阿扁。很多人，哦，比如咱在座很多好朋友拢印象1994年阿扁当选台北市长，哇，迄当台北市阿扁的民调支持度甲80%，有无？迄当台北市刚刚嘛是刚刚快乐希望安尼变化真大有无？但是变化搁较大个吼，哦，咱在好朋友无一定感觉到，就是20年已经过去啊，迄个囡仔。根本都唔知阿扁以前做市长是安怎，因反正较大汉，怎听到阿扁是叫国民党糟蹋，红三军伫街头，哦，讲是贪污的总统，坐牢的总统，啊，佫较进一步，啊，伊再了解讲原来中间哦政治的操作，哦，政治甚至撇台、乌罗，哦，拢有可能，哦，所以其实这2014年啊，这一年，这整个台湾这个 generation 啊，这世代的少年人，规个拼出来。所以柯文哲伫20岁至29岁，70%的支持，啊，29岁至40岁，我都讲这种无经过阿扁做台北市长的时代，啊，60%，这大部分这少年已经拢讨厌国民党，哦，已经对马英九开始安尼根本拢讨厌国民党。所以台北市过去咱认为讲是天龙国，哦，咱派苏贞昌、派谢长廷拢选袂了的，结果柯文哲嘛当选，啊，不但柯文哲当选，啊，高雄市、新竹市。
其实这时候，大家讲有阅读的动作来，加笑。是讲送两个电影票给你。大概很少人想到新竹市哈、哦，大概在2008年，那2012年哦，民进党的总统选举在新竹市哦，得票率拢无甲四成，拢甲3%多尔。2008年蔡总统算是够较惨，差不多2.9%。结果是这旗舰人一个下来才碰上旗舰林志坚啊，大家知道我甲加柯文哲，加林志坚，哦，我是台湾大汉，但是咧，阮厝拢算新竹人，拢算新竹人。迄个柯文哲，伊妈妈有出来甲我讲伊个衫伫阮阿姨遐做，哦，遐个看起来拢小可人物实在。林志坚呐，被选民进党要甲提名，吼、哦，还有人有蔡仁坚的问题，有国民党，其实因国民党是市长要连任，有过去是咧市的迄个困难。伊讲林志坚要去提名进前，就走去林迈找我，问我讲，讲无必要甲做。不过我甲问讲，你真正要选？啊，你真正去选你议员，咱放弃呢？伊讲嘛，无法度啊，都为了党啊，哦，而且是飞蛾扑火呢。伊讲。啊无，即摆新竹都毋知要安怎套咧，都毋知吹啥算咧。哦，伊讲啊，都拼咧，若输吼，再搁看，因为马上要选立委嘛，吼，啊，再搁回拼立委。就没想到民进党绿营分裂啊，你看有当真？我讲林志坚的例子啊，是你讲除了柯文哲以外，啊，都。啊，还是伊是游锡堃的票嘛，差不多啦。就这样，我讲游锡堃那是换一个少年去算，反正都主流人干掉，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变化，真大的观察。所以，我只会讲，我咧看2016大概。大概你这个精神安尼演变下去哦，你大家感觉讲，敢有人感觉国民党赢？国民党敢会赢？所以拄则本来有拢有人问我讲，哎，国民党是上出来选嘛？其实我感觉讲上出来拢同款。我感觉国民党是有一挂人哦，但是朱立伦哦，伊是咧考虑讲即摆伊袂赢，啊，无干脆。伊去做主席，甲做几年啊？就忍，咧跋筊讲忍一度啦，啊，忍一度，这度先委婉，先爱伊啊，啊，先放互恁娘，啊，然后等伊来再个拍算。所以我咧看啊，大概是这个情形啦，大概民进党这两天讲提名，讲提早无提早啊，我感觉。今仔记者问我讲迄安怎？我讲6点食饭，到7点食饭哦，差不多啦，哦，差不多跟大家都一样，哦，啊，跟我们差好像没什么差别啦，哦，啊，这同时嘛，代表一点就是讲政治人物哈，其实嘛经过一个大洗牌啦，哦，这嘛是真无奈，哦，这嘛是真无奈，比如讲。比如讲，我嘛是感觉，大家知影我过去吼，我参与政治，我就是做社长变无聊。哦，伊做市长，我做处长、副秘书长；伊做行政院长，我做行政院长。啊，大概我过去，比如讲我去参与，我捌去选过高雄州长，上海选的，伊嘛是配合规个运作，伊做刺客。啊，尾啊，我连转来，我家己成长的所在，台北市树林。咱立委，哦，嘛是规个，啊，规个这个团队，安尼考虑。我嘛感觉讲，蔡总统的能力，啊，手腕，啊，政治的能力，啊，应该是上好的。包括
不对你冲动啊，哦，做这个，啊，但是时代的巨轮，哈，哦，一直去洗呢，哦，这个，你讲老华裔讲要搁出来搁较小英明，而且是讲要搁出来选，要搁出来选总统，还袂讲哦，还袂讲拢困难啊，对不对？拢困难，哦，所以必须来接受一个。一个世代的转变，哦，我都要开始讲，一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新的，哦，新的世代的政治，哦，已经形成，所以应该参照阮这代，哈，哦，阮这代用来打起搁较侪积极，啊，嘛爱搁较有度量，哦，去接受这个变化，哦，去接受这个挑战，啊，所以当然我咧台北市，哦，我感觉讲。老天在竞争做，袂使让廉政文去做吼，比甚物代志较重要，对不对？你台湾市，我捌伫个柯文哲跟咱都无成立的时阵吼，我伫台顶演讲，好像咱在座你挂柯文哲的标志就听得到，对不对？如你拄对台湾怎么样？迄个，欸不要给你点名片，邓先生啊，邓博士，啊，邓博士去台北才多参加我的迄个使命电影、使命纪录片的试映会，你看，你看他到底，他起码是几个片来讲，真感谢啊！你感谢我，明天再去迄个 San Francisco 旅游去吧。啊，真感谢啊，真感谢。那多少个工程呢？哦，别再有人了。我捌伫个哦，柯文哲总部成立的时阵，我爱讲演讲嘛。伊当时香港都在战中嘛，香港都在躲，而且啊，占不住嘛。我大概问一个问题哦，足简单。我讲香港，哦，因啊赞助啊，珍珠就选香港啊特首的管理啦，吼，也是香港的市长啦，吼，珍珠就市长，珍珠的特首。啊，但是呢，习近平，哦，还是讲共产党，反正共产党我就派江泽民因孙啊啦，哦，习近平因小弟啦，哦，或者是讲胡锦涛因囝啦。人派伊来算，他互恁算，互恁算，啊，电算的拢在啦，电算的拢权贵二代，啊，恁的战中去建筑算计，有啥意义无？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对不对？啊，但是大家想看卖啊，台北市啊，台北市过去拢算出来是啥物人？哦，马赫林的囝，马英九啦。马英九阁毋是啊，马英九阁几乎是曾经我的干儿子咧，哦，会被人任用。郝柏村因囝郝龙斌，我台北市，但是讲大家当同意讲，阁连任因囝连胜文做哈。其实做台北市民，行去世界各位，你敢讲哦？我若是美国人，我讲，哎，啊，恁的总统是金正恩着？你是北韩的，啊，无你那收到钱算出来拢是大官好的年代，啊，都唔捌做过，拢会使上来做，对不对？所以，迄当阵，民进党支持柯文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对袂使过连迄个权贵二代，继续搁占在我的大位。哦，继续搁在予取予求，搁在斗阵泥缸的哦。所以，迄台北都有安尼气氛出来，啊，民进党嘛完全支持，啊，叫我们波及的就是朱立伦嘛，吼，叫我们波及的就是这个吴志扬嘛，吼，吴志扬，身旁我拢知影，吼，吴志扬啦，啊，当然抓安尼动身，所以这是台湾一个改变哦，改变就是我感觉真好，真关键的时机啦。讲实，2016年吼，我无法想象，
哦，无法想象呐，毕竟拢通通不输，啊、哦，这政治敢若我家己嘛毋知要安怎搁参与落去呢？恁感觉安怎？讲去年赢到安尼，然后总统不算输，啊，大家知影去年咱连政府民进党已经摕到差不多将近七成的人口的市长甲县长，哦，国民党赢的拢是，对吧？上大迄关就难倒啦，国民党赢的啊，无啦，新北市啊，新北市是咧，迄是市啊，啊上大的是难倒。啊，台东、啊，金门、马祖，都对，啊，新竹县，新竹县，嘉义县，好，咱昨日讲得济啊，吼，主要是感觉讲，应该台湾，但是真希望啦，啊，要是这样子，咱有咱进来真久啊。对两千零八年个即马，哦，啊，林焕仪即马是，感觉伊同款啦，处于空转的状态啦，啊，因为国民党嘛群龙无首，啊嘛不知要安怎，啊，应该大家期待就是李鸿基了，做一个关键的转变，啊，当然这个关键的转变，哦，我回到题目一下好了，在柯文哲最近，啊，比如讲。台北市的这个弊案，我认为拢弊案啦。有的人感觉讲还有争议，我认为拢弊案。为什么？美和市，绝对是弊案，那可能不是弊案。迄估计，迄估价哦，一捆差百外亿。后来变落台的时阵，讲无交本来七十亿。我经常去，我经常在讲，未使。我甲迄个杨时秋讲，你怎要做迄廉政委员啊？我讲，啊你参与半波，什么七十亿？你若七十亿，我连你都怀疑，我咧讲。我讲哦，上无还都一百亿。啊，这起码开始分组要调查嘛，对不对？哦，啊，你猜台北市那用这 BOT 案哦，帮助上俗的，我怕就是富邦文创。啊，甲这个，我说台北秋叶郭台铭做的这个三创嘛，哇，迄一个月一平的租金哦，我差不多无到一百块。你若甲算落来，啊算讲伊哦，五十年的特许利益哦，平均一平哦，一户市政府的租金呢，差不多无到一百，三创当然是七八十块。为您，您文化新闻就要检测啊。那柯文哲，我感觉真欢喜啊，就是讲，伊乃在管理安尼一直查的，杜绝啊，再对去国民党所存在的这个黑箱关系啊，包括上好是个台北市银行跟富邦合并过，一次、两次、三次，公布承受这个鱼翅宴，一个五次鱼翅宴所走行的。我们看到这是哇，这高价，啊，还有更早，哦，国发院土地，哦，国民党更加建商算回算机制，你知无？都是被经过又在退还的钱，哦，三中就是中里门土地，我想哦，应该开始时间的这种拢算有出成就，一条一条，啊，个人者来在，啊，现在就完成，我感觉完成台北市长。至少一半的任务啦，哦，那做起来哦，反正过一个月哦，大家要叫伊选总统嘛，对不对？哎呀，我怎么做起来就崩开嘞？啊，伊选总统，我嘛不反对，来，我再多选几遍。开玩笑，我想伊是袂啦，因为在多做。哎呀，安尼哦，唔过，那么，大家来记，我当初甲伊算的辩论会嘛，我讲台北市要翻两番啦，翻两番的意思就是爱进步吼，爱翻转，较等拄仔伊讲过，卖广告，大家等你看。但是
但是你当我对侬讲翻两番，哪两番？第一番，就是爱翻箱倒柜查笔啊。哦，即马柯文哲去做第一番，就好个，就好个。啊，第二番，啊，第二番就要饲，就要饲爱贵个，啊，对文化、对思想、啊，对经营的效率，啊，对这个都市的精神，啊，就是讲对这个都市的历史。包括对我讲啥都，包括我一直咧讲，即个老台北，因为嘛是我的选区啦。老台北甲规个甲规个甲复兴起来，甲变起来。啊，这是过去嘛叫讲好多轴线翻转，一直拢做袂到的。我希望讲柯文哲啊，即个团队啊，会当跟着，会当跟着。啊，加在我看哦，应该是还可以啦。为虾米你知无？因为伊方的副市长啦，吼，我看几下个吼。过来过去拢我来帮收啦，啊，话以前看咱算我来盘下，咱高雄市去的袂少，因年龄我大概拢知影，大概会使开始，会使开始，啊，但是我较希望讲台北市，真正变做一个台湾人的首都，台湾人的首都，台湾人的首都跟即马有啥物无共？上大个差别就是讲吼，思考内底。爱甲台湾、甲台北人上大个利益，哦，放伫个第一个位置。啥物叫做台北人、台湾人上大个利益？就是伫遐生活，哦，啊，迄个环境会使创造最大的福祉。毋是你服务别人啊。其实即摆我要讲，这就是讲吼，台北个松山机场放伫都市个中心。就是你服务吧，服务什么？服务要去中国往来较近，服务做生意，哦，经济的贸易产出较方便，不是对规个都市的发展，哦，是好代志。啊，这个说来话长了啊，我稍微带到，因为昨好像有人希望我讲一点，以前我讲的还不加点菜啊，就是讲台北市要摆脱过去。做反攻，复兴基地，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以来一直留落来的迄个文化，哦，迄个边陲性，啊，哦，迄个临时性的，包括啥，包括违建，啊，哦，包括迄个乌白停车，啊，哦，那么工具性，啊，哦，边陲性、临时性、工具性的就是啥，工具性就是你服务别个都市啊。其实，把上山机场伫遐卖中国，就是你服务上海，啊，因为台北上山机场永远都无可能变作航运的中心啦，你都永远唔是中心城市，所以你是去服务各种服务的，唔是为了台北来发展，啊，这说来话长。在台北市把遐个性格提掉的时阵，啊，台北市会改变，啊，所以，柯文哲现在做的是我讲的，那第一番哦，先给它变出来，透明啊查销哦，查销啊，看咱来一个黑箱黑柜啊，搁较精良啊，希望杜绝起来这官商的勾结。啊，第二个要做的，我感觉应该是，反正是我想的啊，我希望我以后你爱当会当了解会做啊。啊，不过柯文哲哈，伊有小可。因为小可，伊真崇拜什么人？恁对人，恁在主了。你知道我提这篇是啥？这是啥？你知道无？这是我要出发的进程哦。因为伟冠甲点这题，我叫助理讲，所有讨论柯文哲现象哦，不是新闻哦，拢是爱一篇文章讨论现象的文章哦，真济哦，因为我就看一下。对，柯文哲上崇拜啊？你无伊无用崇拜嘛？你是啊？伊吼，伊不只崇拜一个人，叫做俾斯麦，哦，叫做啥？叫做铁血宰相。所以有人开口闭口讲伊要做酷吏的话，所以有当时伊就叫人来七点上班，然后暗时当时下班拢唔知对吧？
那有当叫人讲，迄个赖讲，若看到一分钟以内无回的吼，就安怎着嘛？啊，有些话，有些话，这个平平平平啊，有些话，这个个性啊，那伊是不只崇拜，他有好的啊，有好的啊，有偏见啊，小可。会给他们定义必须卖嘛，就是说开明专制啊，啊，张进国嘛是，啊，其实最近个时代，有当咱怀念伊讲个，伊至少有做一寡代志，啊，维权呢，啊，是讲伊是太注在先个政治边个时阵啊，有小可小可做一寡这个这个代志。我家己感觉吼，我感觉台湾嘛，小可需要这个精神。哦，因为实在是讲讲暖太久啊，啊，但是妄自心切，妄自心切的当然，啊，当然有一挂霹雳手段的，啊，霹雳手段，啊，但霹雳手段，有些事情哈、啊，有些事情都我要真注意啦，啊，包括最近讲抓到这个台南的，哦、啊，台南的角头这个陈福祥这个代志有啊。科比哥十二天，科比哥嫌上班，这真是哦，啊，啊，这样话紧，啊，伊讲好还要更好啊，是这样话紧嘛，但是伊讲这个监听哦，讲看会当会较紧，然后这个小可吼，这个小可这个人权的维护，其实这监听王正明代志的时候，另外伊讨论足清楚嘛。这有小可，这有小可好个，吼、哦。啊，当然，迄外交、迄表外就是咱就歹讲。啊，我真希望讲吼，第一翻箱倒柜查弊案吼，继续搁变落去。啊，第二，这个对于都市都市的性格啊，都市长远的规划，还另外就团队啊，不只直接啊，不只广泛，非常真正。那样对上的，啊，小花，小花对我讲的这吼、個，一两项的吼，小花收敛一点，小花玩笑少开一点，啊，还是讲，小看卖要派你，啊，我讲应该是，假以时日啊，我感觉应该是还不错了，应该是还不错，啊，我嘛希望伊。科比其实捌甲我讲讲吼，讲咧刷机场的代志吼，他一时因为机场捷运还袂完工嘛吼，伊讲吼后背只老我走啦，我嘛欣然接受，啊，我嘛欣然接受了，我已经走了，先走，啊，稍微吹牛一下，啊，好，我想吼，大概拉拉杂杂个，大家半开讲。啊，大家，我观察的一寡现象，哦，来甲大家讨论，什么差距，哦，我想，哦，开放了大家讨论，好不好？大家。